饼没有那么奇怪。像饼干啊。饼干。饼干吗？像饼干。你吃什么披萨？披萨。那是蔬菜耶。你有吃到什么吗？那你吃什么披萨？贝披萨。什么披萨？贝披萨。夏威夷啊。那是凤梨。凤梨啦。不是番茄蔬菜啊。你好好吃，你想再点这个，再点这个。我下次叫不要放玉米好不好？每天都会点到夏威夷，我每天都外卖，好恶心。我有吃过了。他说：“哎、啊，赶快，我们怪兽电力公司赶快看一下，好不好？”怪兽。那你要不要看怪兽电力公司？力。你刚刚说的五个是怪兽电力公司，不是怪兽大学。啊，那片是怪兽电力公司啊！我说你要不要看？我可以放给你看。看好吧，我们应该还可以看吧。